东西没砸到头上来，你就不会感觉到疼。但是怎么说呢，老游戏是这样的，人也变老，也是老油条的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 KPA 到位就行了。可能搞得好的话，老板也不会给你涨工资，做到本分的事情就可以了。欢迎来到，就跟你们可能有时候上班摸鱼一样。新游戏的话，你就工作人员也比较年轻，你比较有冲劲一点。这老游戏全是一些老灯了，老油条了。全军出击。你敢来我就敢死，可以三 TP 吗？对面这把打上半区辅助大嘴吗？没脚本，他那个分三年就不应该什么分三年，直接他每个号都有身份证绑定，直接跟你身份证一起分了。你只要开了绑定的，全给你分了，腾讯旗下所有都没得玩。你看有几个人敢去开，有几个身份证？要我说，只要查出来确实是那样的啊，直接永分，分什么三年，直接永分啊，连带着身份证全给你分了。只要有这种魄力，能大大的减少这种开的人，所有游戏都没得玩。反正现在都是实名认证的。双杀再杀大嘴，这大嘴没闪，直接双杀了。哪有那么多盗号的？你手机令牌安排上啊！你这密保什么都整上，哪有那么容易盗？你不要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！其实我就没这么多年，我都没被盗过号啊！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被盗的号，可能是在网吧上，因为我没去网吧。现在在家里面不要灌一些乱七八糟的网站，我这么多年我就没有被盗过号。这有些人三天两头被盗号，你要反思一下你平常在浏览一些什么东西了啊。准备好了就上。
这难搬呐、啊！这不来他又要死，但是我感觉他来，我来了他也要死，而且会浪费我时间。他刚才不该出塔子的猴子，他有 W 在，不出塔蛮子杀不了他。这蛮子送了，那还可以。先升一波六来。F6 没了，他可能不在上面去了，这个蟹走吧。给下路拼一下，他应该在下半区这会儿。等一下开大来下，这下路线推回来，这德莱文没闪了，可以接着来抓他。有个大嘴了，先推进去，我来越。哦，跳下，这是被动。把我四星搞没了，不过伤害也够了。这两个没血，这个应该出来一点再给。别急，等他过来，他还知道我在草里面，这太明显了。已经捆住了。差点没跳到他，捕捉他们的踪迹。这龙打完可以回了。
没眼，小等一下，这两个没位移的，他懂了，知道走墙壁了，大嘴可能不会走。大嘴，给他摸个奖。挺稳的，取消回城了。这一被蓝 buff 挡住了。这边可能有野了，来的太多次了。大嘴给响了。没事，他这线吃不了，他挺亏的这样。这弹了 Q 伤害被削了，感觉一定要买亵渎啊。明明发育挺好的，扎个脆皮 AD 这么费劲，感觉一定要第一件先买，这不买伤害完全不够。这 Q 伤害太一般了，我有铁板靴加 W。
这版本感觉狮子狗得带电型，得带电型加亵渎这一套才可以。这伤害太不得劲了。没血了，我没血，没到打团没什么用。先等我回点血。我以前在发育随便秒对面的。给你定住了，打吧。等他把线推进去了，9分钟马上要没了，要打得快一点。大给的先别急，看他旁边没人，没人再杀了。别强拆，别 A 兵啊！拆两个塔走了。吓他，打断一下，跑不了。进草，那你就更跑不了了呀。
这四星 Q 就比普通 Q 高90点伤害，真勾巴扯。这我记得之前没砍之前的话应该有个800点左右，他这个攻击力跟暴击的加成都少了很多。这吃一个攻速加成现在，但是你秒人又不是那么吃的攻速。这 Q 被削得太狠了，这还不如四星 E。 现在四星 E 往这里还能多一两下，对面动不了，拉扯不了，所以说你要打双四星 Q。四星有个问题，就是你第二个四星技能出来很慢，你可以提前 Q 的话，落点可以多打一个残暴值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打出第二个四星，这就是区别。就你没办法，虽然你就觉得他伤害低，但你还有时候还是得四星连招，那样的还是得先四星 Q， 不然你第二个四星打不出来，有点鸡肋了。现在你不用也不行，用了感觉也就那样。强化 Q 看着攻速很高，但是实则你 A 不了几下，要讲究实用性，不要华而不实，知道吗？有时候一些面板数据看得高的东西你用不上，等于没有。你一套连招打完的话，你最多再补两三个普攻，但是以前的话就不需要补两三个普攻，就刚刚好。看了四星 Q， 哇，加92攻速，好厉害啊！我觉得只有出征服者那一套，这四星 Q 现在收益就会比较高一点。这种刺客的话，这种收益就会比较低一点，这种攻速。以前没那么麻烦，伤害也有，攻速也有，是最好的。从来都没看到我们，哎，不应该走位的，直接原地 A， 他好像死了已经。咱走位躲一下斧头的，这人他不会拉斧头，他如果刚才会拉斧头的话，就把他斧头躲了。但他刚才不拉斧头，我直接可以 A 死他的。这人的 R 他丢的比较远，他没有按二段 R 第一时间。最后来个竞技时机，加个幽梦就可以了。他如果拉斧头，刚才走位就有用。
可以一波了呀，连杀了三个。能在站 W 里面，马上要被他晕住了。